我问跟哪家，我看见一个人，我拿去，我把他的头砍下来，他被我猪头，我拿着跑掉，我拿去放去那窝那边堵，我看他飞出来，我把他拿上来跑，躲了不给他，这是什么回事呢？你砍了人家的头啦？啊，他被我一个猪头，我拿都不要给他，我拿着跑。你拿着跑？他飞的。那个就是因为可能是你在下面的梦了，那个没有什么关，没有什么了，也不好，你要念往生咒的，也要念往生咒，因为你在冥府里面，如果你杀了那种鬼的话，虽然他还会活过来，但是问题你已经犯罪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是这样的，如果要等一下才能靠近梦境，不会多坏事呢？平时醒着的时候脑子就要干净，平时永远不要有杀人的恨人家的意念，你在梦境当中也不会出现这种。如果就是你在意识当中突然之间看见一个坏人的话，你也不会起杀心。那么你就是做梦的时候你在冥府的话，你不也不会起杀心，听得懂吗？不要，是平时要有灯心灯的。对对对。